杨幂曾经问我与 Angelababy 素颜谁更美，女星镜头前卸妆素颜大比拼，热巴被强吻直接吓傻，半裸出浴实力吸金， Angelababy 婆婆一句话暴露 baby 日常，原来除了打游戏 baby 还会做这些事。刘亦菲活久见尬舞完胜热巴，能和他们 PK 的还有辣妈李小璐。最新鲜最独家最猛料，一切尽在有料。搞事情本领哪家强？大伙儿请往这边看。最新一期脑男不得了啊！宁静秒变咆哮姐，怒怼脑男团。同样是嘉宾，大大自然也是不甘示弱，自爆猛料，准备好你们的下巴哟。杨幂问我 Angelababy 和她两个人素颜谁更好看？哦，此话一出，小哥哥们和面试官们都一脸吃惊，纷纷屏息坐等答案。舒志想说，保重啊，大大。我的回答在杨幂面前说杨幂更好看，在 baby 面前说 baby 更好看，不然你要我怎么回答？如果他们俩在一起，我就会说一样好看。哟呵，两边都不得罪，可以，这回答果然很没有立场。不过不是叔说啊，这简直就是掉河里先救谁之后的第二个世纪难题啊！要让艺人间相互评价，这可以说是很尴尬了呀。但别忘了，这世上还有个神奇的存在，吃瓜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。就说大幂幂上真男时，一言不合就全程直播卸妆，大素颜面对镜头，皮肤白皙光滑，不再怕的。再看 baby 呢，在跑男中也多次秀素颜，果然经得起特写的才是真明星嘛。而新一季跑男中，热巴小姐姐的素颜首秀也是让迷妹们汗颜。叔就想问，这和化妆后有差吗？再有啊，什么当众卸妆洗脸的叔舅夫娜姐，素颜直播敷面膜的非真性情的爽妹子莫属。哎呀妈，看得叔都忍不住想唱一句，我就是我，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。沧海一声笑，丽姬来报道。妮莉胖蝶的丽姬传马上就要上线啦，这部最新片花也是吸引了一大票围观群众。别的先不说，就冲着热巴小姐姐和冰冰小哥哥的颜，本宫旨意对这剧也是热期待呀。为了保护你和天明，可以不惜一切代价，任由天下人耻笑。寡人爱你，愿意和你分享我的天下，却不懂。我的天，看着眼泪哗哗的，简直就是虐虐更健康的节奏啊。但素光有虐还不够，胖迪和冰冰一言不合就来个红枣定情，强行给各位塞了一把狗粮。还有胖迪的初遇画面，小香肩加上性感锁骨，简直撩人于无形。要本公举说，妮莉热巴小姐姐平常走的都是女神经路线，什么叫偶像包袱能吃吗？停，这是灵魂颤抖的声音。老子18年后还是一条好汉，干杯。干杯啊！谢谢大家，谢谢。疯起来连自己都怕，这才是热巴的正确打开方式嘛。有句话说，有颜任性，咱们的热巴小姐姐如此放飞自我，不带怕的。和张冰冰也是多次合作，默契度什么的都是洒洒水呀。可是我舍不得你。Oh my god， 这一爆本宫觉得少女心直接炸裂呀。这次两人再次合作出演丽姬传，想必也是让不少迷弟和迷妹们尖叫啊。不废话，本宫局就等新剧上线，坐等小哥哥和小姐姐互相伤害啦。热巴新剧即将上线， baby 也没闲着，这厢正在拍新剧呢。那叔就好奇了啊，休息期间 baby 在家都做了啥事呢？黄妈妈一句话说出真相。其实在家里是个乖乖女啊，非常乖，没事在家画画，写字，真的很乖的，都不出门。哎呀妈，别看 baby 在节目里都是女汉子形象，在家原来这么乖巧，叔给你手动点个赞。不过呢，有高能网友就表示一脸看不懂，说好的打游戏呢？有图有真相， baby 早前在微博上给好姐妹送祝福，还不忘问一句，什么时候来跟我们开黑？ baby 的游戏战绩在贵圈也是公认的好，何老师也不忘 Q 一下。我听过的是大幂幂玩得好，baby 玩得好。可以，传说中的网瘾少女就是你，没跑了。除了打游戏， baby 也被扒出烟不离手，但素谁还没个年少无知的时候吗？早前 baby 就曾接受采访，公开表示自己会戒烟。我都觉得
其實我都知道食煙是一個不好的事情，我一直都想不吃的。咁我望到呢个报道之后，我就真系下定决心会唔去食烟咯。OK fine， 戒烟什么呢，可以说是非常的乖巧啦，也难怪黄妈这么喜欢 baby 哟，真把 baby 当自己的亲女儿了。当然。上综艺不如跳舞，神仙姐姐出山了。要说影版《三生三世》定档后，刘天仙就很少露面了。前两天，偶们的小姐姐不仅自曝新的生活开始了，还一言不合就尬舞。这波尬舞很强势，来来来，小手拍起来。刘天仙一身潮装简单随性，竖起马尾再戴个鸭舌帽，满屏青春洋溢也是没谁了呀。网友也是神评，活久见，十年没看你跳舞了，为你爆灯，为你尖叫。放眼贵圈，能把舞跳得那么溜的还真没几个呀。此处艾特热巴小姐姐。这是蛇舞吗？还别说，热巴在跑男中也算是一跳成名，假面蛇舞简直撩人于无形。而且有句话说得好，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，新疆妹子转起圈圈来热带感。最新一期节目中，这更是成了热巴参加国际 PK 赛的专属技能。就问你们还有谁既然开启了尬舞模式，那要论街舞必须还是辣妈李小璐啊。那些年的热裤长筒袜扭腰大跳街舞，高能来袭请接招。这还不够，小鹿妈妈和物理青青三小只同框也是热闹和谐，希望一起 seven 不服来战哟。嗨，欢迎关注官方微信，靓女王爆不完的料和吐不完的槽都在这里哦。